呦，你看这个这这边哪落家？哈哈哈哈哈！可不是，咱俩肯定。老师，你看怎么在这儿吃饭啊？你那时候吃饭，在时候那个胡同也可凉快了。哦，在这儿放个地砖，在这儿吃饭，在家里唠嗑，在这儿放石头或者弄个板儿炒个菜，在这儿吃饭。哈哈哈哈哈！哦，你看年轻的地段都在这儿过了，吃饭了，你吃饭了，在这儿不是有石子一张，那都在这儿。在村里走。啊。哎呀，你看这多少年了，一晃都光说你都五十多了，五十四了，光说还跟他说哈，走的时候还想起，掉时候，掉时候，那时候都在这儿，这个十几节都在这儿，那时候都在那头那个家口啊。哎呀，那时候可红火了，你看那大桌，那都在这吃饭。哦，天天去了都在外，这个拿窝窝头，那时候都吃饭喝汤，这时候都坐那桌上吃，没有出来吃饭。那时候长不对对好，不是，他出来就下庄都在这边。哎，这个顶里都来个小顶，都坐。哎呦，话说这个顶，你也小时候你也睡下午的。哦，在顶里哦。哎，来来来。有点累。嗯，就是可累了。哎，想起都想，手都叫毛快的都饿，都还想刚过去的事儿似的。嗯，饿了老嘞。啊，看到你啊，你还都在这躺着。你啊，躺着。嗯。我起手机上电话上电话，我拿电话，拿手机照的。你上电话在里头往外放，我几天过年还没有试过谁嘞？试过。你上电话上电话哥。掉下了。啊，你上电话家里头去了往外这个空气是坏的。这是么事？夏天了哦，这是么事？你那啥？你把手机往里放，手机放桶里，放桶里就行。到里头来看看，一会儿。慢事儿啊！你不在家，俺妈怎么下？我也不敢下，谁也叫你看那大高个也不敢下。餐厅里头的潮。对对，也知道这哥特在这里，这没下过，也不知道哥特在哪一帮呢。啊，慢事儿。哎呦！哎。叫谁也下，试谁也木，这样一人手里粗了还是也好准，我也是，太费劲了，没家坏的还是，慢点啊，慢点。哎，你电话是连上那啥？你还连上连上直播，就上到连上直播了。连上那的。嗯。慢点，里头就是潮。湿了怕光。嗯。这谁？老老池里呀，你看这了。这外天一冷，里头也暖和。外天到时候夏天了，上边热，地下凉快。哦，夏天了，地下都凉快了。对。它里头好慢。怕也下不去，但这个谁叫小口？哎呀，叫这老幺幺，没事，叫吧，是人家，叫吧，一面挤了会儿，太阳，快点吧，一面电话点了没得？哎，往这边太凉，太凉，这是太阳皮在这叠的，一个很热。今天妈太馋人了，我是累。不过说越是了，越要进食，哪个干的？哈哈，哎呀，也不是，我是你往什么在那伸？也不是，你可试一下。小丽那时候去，领俺去抬水的，领俺弟那时候去抬水的，带不能要想看这个，我每天一天往河里的搬二百，看看一眼喝
天不喊他不听，你看见了？快走，快走啊！走。这吃大去，这家一立足，这吃大。给他，给他，我给他。